除了作为休闲运动，我们能不能花更多时间以单车代步，展开环保新生活嘞？我开车那不到10公里的路程，我堵了45分钟，我的脾气变得很不好。隔天骑脚踏车我就很快乐，那我就会看到这个树开花了，然后闻到花香。那我们希望说你骑单车来上班，所以我们推广的时候也不要说强迫你1到5都来骑单车，我强调就礼拜三我们骑单车来上班。不粘锅应该怎么用才能煮出安心的料理？哎，不粘锅最怕温度很高，它会释放出一些有毒、有影响我们健康的物质，所以开火再放食物这个动作就是不对的。巴掌大小的微型风筝和一般的风筝有什么不同呢？真的可以飞起来，这么小的微型风筝。对，你看，真的飞得起来。欢迎收看《美丽新生活》。